你们知道为什么平期在元宵节呢会有换天灯的习俗吗？不知道哎。这个啊，就要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，由福建安溪来到台湾的汉人，深入平溪乡山区辛苦开垦，可是因为平溪地处偏僻，常常有盗贼出没，强抢聚落，大肆搜刮财富，让农民苦不堪言。香港就快过年了，但钱，哎呀，钱没了没关系啊，人平安就好了。不过我想这些山贼不会这么容易就满足，我是担心他们还会再回来耶。那该怎么办啊？我看你先带着孩子和隔壁的大娘上山躲一躲好了。那你怎么办啊？你别担心啦，我没事的啦，等平安了我再通知你下山啊。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平安没？你又要怎么通知我们呢？这样好了，我们以天灯为讯号，你就每天晚上往山下看，如果平安了我就放天灯。今天都已经元宵了，我们的妙博士啊，平溪的故事刚刚有听到吗？那是古人的智慧啊，这种的报平安的方式，以前呢是地广人稀呀，偏僻的地方啊，在平地到山上如何传达信息，那他们就用这种的方式来报平安。但是现在呢环境不一样了，到处高楼大厦林立呀，那这个天灯一晃啊，可要知道很危险。尤其是现在要报平安也是很简单呐、一通电话，不管呢世界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接到了平安信息，何必放天灯呢？但是现在的天灯就是玩的啦，这种的玩哦，那一唱一时的快乐，看到了天灯放在天空里啊，哇好漂亮哦，可要知道这种的游戏啊只是一时的，当它坠下来的时候很危险呐、看看平息的情节对啊，他就说天灯放这边哦，因爱真辛苦呢。有的呢，坠下来的时候挂在树顶里呐、有的呢是坠落在人家的屋顶上呢，有的时候呢坠落在农田里，有的呢是落在菜园里呀、可要知道很危险哦。假如是天干物燥的时候，树林呐、敌的树拿树啊那些发挥起来哈、也是一发不可收拾啊。或者是在屋顶上，万一呀、星火燎原呐、也是很危险。又说平息呢一夜之中啊，有了十多万人呐、去观天灯，那这一暗的时间内，天灯无光哦，垃圾就增加了6吨多。看这种制造垃圾污染天空，同时呢还是很危险呐、还有呢在南部呢就是轰炮，真的也都是很危险呐、看有人呐、要去关，都是呢要穿的吼、按武装打扮哦，那被这个烟火啊这样按断吼，那何苦来哉啊？那样的危险的事，而且呢污染天空啊，这过去都是在南部淹水那个所在，但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台北呢也引进了、
还有呢，台东他年年都是风寒单啊，一个人呢，赤身徛在迄个车顶啊，都好泡啊，那一滴风啊，应该都是同身都是伤啊，在异性何人呐、啊？实在是看了蛮喜欢人生啊，为什么这样的，这样的？迷呀、啊，那这实在是无明造成啊，这都是呢很不智哦。我们现在应该要知道，这样的污染天空的人，应该呢尽量啊不要再制造污染。我们应该呢用智慧，刚刚也看到了，在内湖呢有一个延平宫啊，今年呢换一个方式来庆酒哦，也可以增加呢热闹的气氛呐、啊，还有呢猜灯谜哦也很好啊，这也呢启发人的智慧啊。这都是好事啊，吼！那当然还有实际人呐、啊、所做的呢，就是以兼顾环保，吼，用活动的道场沿街呢去做拜年哦，祝福吉祥哦，安尼家家户户吼去给人讲好话哦，那希望呢，这个平安吉祥呢，会当。化入人的家庭去，这种的结好缘呐、啊，情根福田，阿妈也当呢延续传统民俗吼、哦、那一份的善与美，其实啦，这种过元宵吼，在阮最近啊时代吼、哦，大家呢为着收银啊，大家人拢爱讲好话哦，那。长辈们呐、啊，都会跟这个小孩子说，都要说好话，好、哦，那不能说坏话哦。这都是呢，我们一年的平安，这都是呢，真是已经增加了一种亲情。也是呢，家庭团圆呐、啊，所以呢，说鱼呀、啊，哈、哦，那吃鱼呀、啊，这都是呢一个家庭的亲情啊。我们要家庭团圆，增加亲情，这都很温暖呐、啊。各位菩萨们，我们真的呢要复古，复古呢。不是呢，啊，那一滴轰炮哈、哦，那样危险呐、啊，污染呐、啊，那浪费啊，这等等呢，我们尽量呢，不是尽量，绝对呢，不要有哈、哦、啊，如何呢，来增加人情味啊，启发智慧啊，这脏话也是一样啊。那种的静思与猜灯谜呢，也很有乐趣哦，哈！而且呢，我们的医院每一家医院都有在把温馨的爱呀、啊，还有呢，这块哈也祝福吧，都也送进了病房去哦。这就是应用这种的技诀，拉近了人与人的感情啊，哈，增加了喜气呀、啊，这才是呢过节的最好的方式啊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过年节的时候，我们人人呐、啊。就是要先净化咱家己的心，然后呢，去净化人人的心，建立了造福的心念，那很自然呢，天下的福报啊，共振起来，那就是社会祥和，那天下就消弭了灾难了。好、哦，真的是很多很多啦，过年节嘛是真好，但是呢，不要误导、哦、我们要拉近了
这个情，那也扩大了爱，这才是过年节的意义。好吧，总而言之呢，过年过节真欢喜，确实呢，咱都爱好好呢，把这点心啊，过新年呀，那也是呢，那营造的新的年节哈，时时看到人呐、啊，祝福你呀、啊，平安啊，吉祥啊，好、哦、这呢，大家人心心念念都会当安呢，这个心声共振呐、啊，诸天菩萨、天龙护法都能听得到。所以各位菩萨们，我们今年呢的最重要就是要广行环保，福满乾坤，净化人心，风调雨顺。是啊，我们要时时多用心啊。